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虫虫啊。今天是四月三十号，周六啊、呃，恐怖的四月终于过去了。那市场到底要往哪里去呢？啊，我们呃，这个都知道，这个四月份啊、呃、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月份哈啊、呃，通常是蛮好的，但是呢，今年四月特别特别糟糕。那呃，在标普的月线上收了一个非常啊、呃、难看的一个月线哈，把过去。 两个月的这个 range 就包含好啊，那一月份啊是一个大跌收下影线，二月份再继续跌收下影线，三月份上涨，可是四月份却把这个涨幅吃掉，但是呢也还停在这个下影线的范围哈，所以在四千一百点这附近。好，那我们呃就是来看一下这个这周啊、呃、为什么啊、呃、会跌那么多，然后呢？ 呃，我们在四月份经历的啊、呃，就是财报季哈，财报呃，这个大部分都发布了，然后不管是银行啊、科、呃、大科技啊、呃，这个有板块哈、啊，各个这个标普的呃财报大概过了大半，那呃整体来讲就是都有啊、呃，就是、说跟过去的啊、呃、这个一季的业绩啊，都这个会有一些啊、呃，都有一些影响哈。啊 在这个通膨上面，通膨啊、呃、非常非常高，然后呢 GDP 在上周也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啊、呃、surprise 意外啊或者说惊吓的这样一个数字是啊、呃、根据过去啊、呃、这个跌了一点四 percent 啊，等于是说今啊、呃、过去这一季哈、啊、这个呃第一季啊这个有这个一点负一点四的啊、呃、这个成长啊衰退啊那。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等于是说，在一般来讲，就是说，在这个经济的衰退，只要连续两个呃季度啊负值，就是衰退的话，那就是一个正式的叫 recession 这个衰退哈。那呃，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 CPI 非常的高哈，然后呢，经济却衰退，那就变成一个呃潜在的可能会发展一个所谓的滞胀哈，这个停滞性的通胀。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呃，我们来啊、呃，就是说这个是呃，会让整个市场就是说呃，这个未来是会会有一个向下沉的压力啊。那我们呃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呃、啊，基本上标普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这标普的周线图哈，在这个呃四二零零哈这样一个支撑哈、啊，还有啊过去啊一个月哈、啊、就是。 跑到四五零零四六零零这附近哈、啊，它是一个呃反弹哈、啊，反弹我们本来预期反弹之后，然后能够停回拉回的回撤可以停留在大概四四零零四五零零附近哈、啊，没想到就是过去两周哈、啊、持续下跌，那这一周哈、啊、就是呃收在这个四一五零的附近哈、啊，然后呢呃四一三零哈这附近，然后呢呃也就是。 把整个均线弄得非常非常不好看哈，在呃八周跟二十一周均线呢已经下弯，然后呢我们也 below 在这个重要的五十五周均线之下哈，那这个的话当然有一个超卖，而且有 potential 的一个啊底背离哈，但是这是不是真正的底背离呢？需要走出来才知道哈。然后呢，呃四二零零是一个比较啊、呃，就是一个。 啊，支撑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跌破以后，还有一个四千到四千一百这样一个支撑里面啊。整体来讲，就是说，如果能够保持拉回修正，能够保持在这个四千四千一以上这个附近，这最后关头啊的话呢，那整体都还 OK、啊。好，那呃，我们有这样一个非常的极端的一个超卖啊，以及啊、呃、这个。 Sentiment，也就是说，这个投资者情绪哈非常非常的差啊，怎么差法呢？呃、啊，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数据哈，呃、啊、，Bullish Percentage 就是 A A I I 这个呃、啊、投这个所谓的呃、啊、投资者机构他们所对啊这个投资者一般的投资者哈、啊，我们也可以讲是属于散户哈、啊。那这投资心理呢，通常都是呃、啊，就是说最悲观的时候是市场的低点，然后最乐观的时候是市场的高点哈。啊 那当然有一个时间的延迟性，但是呢，呃，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过去二十年里面啊、呃，比较极端的这个啊、呃，就是啊、呃、出出现的毒值，我们在前几周也碰过一个非常低的，就是啊、呃、看牛的只剩下百分之十三哈，然后呢，呃，稍微有点反弹十八到十八，然后这周又变成十七左右，十六十七左右哈、啊，等于说连续三周都非常非常的。 悲观哈，然后呢，这个，嗯、呃，这个什么，就是它的呃，读是呃，股价的数，股价呢也一直在往下降啊，所以呢，这个 sentiment 低，不代表说呃，马上就能够发生反转哈。那我们还有看到就是说，嗯、呃，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我借用这个呃别人的这个统计哈。 呃，这个 CCM market model 这个地方哈，我们所用它的这个呃数字呢，来看一下，就是说，当过去历史上哈有发现发生这么低的一个 sentiment 哈啊、呃、的时候呢，啊、呃、有一个例子是在一九九零年的二九月二十号哈，然后呢它出现之后，市场又继续往下跌了啊百分之五左右，然后之后才开始往上走，往上走之后呢有。 在过之后的几个月，又产生了十二 percent 的反弹。那在另外一次的读数里面，啊，也这么低的情况下呢，呃，市场又往下走了零点八八，然后呢之后一个往上涨到六十四，之后一年哈、啊，有六十四 percent 的半年有六十四 percent 的一个增长哈、啊，那我们啊知道说，二零零九年是这个金融风暴的最低点哈、啊。 那当时当然就是说离均线啊，因为跌的太多了，离均线太远了、啊，太深了，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弹，而且还造成一个诞生一个新的牛市。那一九九零年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九九零年的九月份哈、啊、是怎么样的情况，什么位置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图。 一九九零年在啊、呃、这个位置好，啊九零年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啊、呃、月线图哈，九零年在啊、呃、这个地方啊，好,好，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上涨后的拉回，拉回到这个呃。 大概在这个位置哈、啊，然后呢，是它这个月线来讲的话，是回踩这个绿色线啊，这个呃这个三三周均线哈、啊，三三月均线，然后呢还有这个五十五月均线的地方。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哈、啊，是准备往下，然后呢暂时支撑在这个十三月均线附近。 然后呢，还在半空中，还没有到这个三十三月均线的地方哈、哦，呃，升得门这么低哈、哦，那这个之后哈、哦，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反弹哈、哦，这个九零年的时候，然当然二零零二零零九年当然是一个呃非常非常就是大牛市的开始哈、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下面一个图哈。哦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呢，在这么低的一个啊，就是啊、呃、这个啊熊啊、呃、牛熊的这个粉啊、呃、这个 spread，就是说它们差距哈、啊、这么大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时，哈、啊、哈、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就是说，因为因为如果说那么久持续的性的一个啊 bearish 的话哈、啊，反而哈、啊、并不是。 就是未来的十二个月，并不是市场的最低点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变成一个、呃、就是呃，暂时市场的低点，可是呢，反弹之后还会再跌更多哈。一九九零年的八月十六号哈，我们也是有这么低的一个 sentiment，然后呢，结果怎么样？往下又跌了十一 percent。二零零八年的一月十七号，也是有这么低的低的 sentiment，可是呢，它又跌了四十三 percent 哈，所以呢。 等于说有这样一个 statement 出现的时候呢，这样一个心悲观心理的时候，可以是一个牛市的开始，却是一个什么？也可能也可以是一个暂时的反弹，然后呢又继续下跌。所以呢，这个都变成说是一个，它这个只能告诉我们一个是一个短期的低点，但是呢反弹之后，哈、啊，如果说没有走好均线走好的话，会更糟糕的情况会出现哈、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包括刚刚那几个图都是哈、啊，就是说当。 你在这个一这样一个悲观的情况下出现的时候、啊，哈，都会都会有一个一个些许的反弹、啊，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啊，哈。我们来回答我们这个图，好。所以我们用这个平均线、啊，哈，平均的一个一个情况、啊，哈，用一个升，因为这个是一个单独月、单独周周的一个读值、啊，哈。那这个是一个平均线，平均线，我如果就是、说有个特征，如果 稍微砸一下就上去的话，那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弹。如果它是在一个均线之上，非常悲观的情况，那反而是会涨更高。但是呢，如果说一直持续性的这样一个往下，哈、哦，等于说你看这边下，哎，有造成一个反弹是吧？可是呢，反弹不够多的时候，就会继续下沉，好，那会造成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悲观的情况，好，啊，这里也是一样哈、哦，就是说一直想往下砸，对不对？ 然后呢，如果没有继续往上弹的话，那就往弹完以后就会再继续下去哈。所以呢，呃，我们这里是这样读解解读的啊，就是说，当这么低的 sentiment，包括哈、啊、这个 b o r i s h percentage 哈、啊，现在也到了四十哈。所以呢，在这地方，如果我们在四千、四千一、四千二这附近附近有支撑的话，会造成一个呃、啊、还不错的反弹。但是呢，反弹需要超过四四零零以上哈、啊。我们这整体来讲。 就这个均线，三十四周均线以上啊，如果不能够往上走的话，那就会比较危险啊，就会往再继续往往下再走下一波。比如说像这个二零零八年的情况也是，在这个非常低的生产成本的时候呢，然后呢市场造成反弹，但是呢之后没有继续走好的话，就会怎样继续往下沉哈、啊。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个经济因素哈、啊，通滞胀哈、啊，通膨。 产生的这个萎缩哈、啊、g d p 萎缩，那嗯、呃，还有听到很多高科技公司 lay off 的声音哈、啊，那个说那个裁员的声音，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造成，就是说未来经济情况哈、啊、会不太理想，而且美联储在抽水哈、啊，包括升息，包括预计要缩表哈、啊，然后呢，升息也不是只有升一次，现在还升，开始准备说要升息。 我们到真正的升息周期，通常需要一年一年半的时间，对不对？还没有开始啊，才开始而已。然后呢，就这样子啊，股市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呢，呃，我个人来讲哈、啊，觉得说要特别非常的小心未来的一个情况走向哈、啊。如果有一些反弹哈、啊，最好还是能够继续保守来观望哈、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哈、啊，在这地方我们实际实凭实据看均线的话，在这里哈、啊、非常悲观。 造成一个反弹，反弹也不错，对吧？然后呢，也那时候也在一个均线之上，我那时候还是非常的乐观的哈。但是呢，自从这三周跌破这个均线，因为是第一次下跌再往上，这个完全没问题，可以往上继续走。可是如果在第二次的话，那要小心，因为在过去几年里面呢，啊，这个有产生这种情况的，我这边有箭头出现哈，就是这边你看砸下去之后，哎，反弹。 之后在这里怎么样？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有支撑的话，因为它这是第二次寻底嘛，在第二次在这种所谓的技术上，第二次寻底的时候，哎，它继续又走了大半年，对吧？然后它继续又下来，变成这边又纠结一下，跟这边很像，对吧？然后呢，最后怎样？这里没有选择走上去，反而是选择破位，破位就有急跌，急跌之后呢，哎，它又继续的往上怎么样恢复？哈，有往上恢复。 假跌破，真拉回，哎，怎么样？造成一个新的上涨趋势，这维持了一年多，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呢，在技术上还是可以有参考性的，在这地方我们叫做头肩顶，OK？头肩顶的形态怎么样？很危险哈、哦，但是呢，也不要全然悲观，但是呢，我们只是告诉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哦，因为在这地方可以整出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平台，然后最后怎么样还能上涨，对吧？ 但是呢，如果没办法整出来，哎，那就有怎样，就会开始往下跌的比较多了哈。像二零一五年、一六年也是一样哈，这里也是怎么样，停滞，对不对？上涨停滞，然后呢，这是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头肩顶，对不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整理出一个头肩顶，结果怎么样？要跌破没跌破，最后怎么样？拿上去了，形成一个什么？大概三年的一个上涨行情，对不对？所以呢？ 呃，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哈、哦，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呃高的啊、哦、警戒性哈、哦，呃，包括非常非常悲观的情绪啊、哦。美联储对吧，已经放出风声要这个、呃、降息啊，要升息零点五 percent 哈。然后呢，在这个下周的这个会议里面啊、哦，像下下周三好、哦，那我们还有八号八，当然这个连续下跌四周也是非常罕见的哈、哦。那 所以呢，在怎么样情况下，我觉得哈，在这个我们周啊、呃、这个周线日线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观察哈明啊、呃、周一啊周一是不是能够能够收正，如果办法收正的话，那我认为哈这个未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我们在上次的 update 周三的时候啊，讲到说会到这个四三零零到四四零之间哈，结果没想到在周四哎很快的就反弹出来了啊。 然后呢？可是呢，怎么样？反而是一个什么大忽悠，对吧？这个因为苹果跟 Amazon 的财报有关系，引发大家对这市场的担忧，对吧？然后情绪带坏了，所以呢，诶，又继续下跌，而且还破了前几天的底部。那我还是认为啊，下周还是应该会有整理完以后，还是有机会有一个好的反弹到四三零零哈。但是我们要讲求证据，因为大涨通常不会一天完成哈、啊，除非是。 开低走高哈，那就有可能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哈，否则如果是在一个周周一的这样一个啊、呃、周周五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区间里面哈，所谓包含里面上涨的话好，那就会比较弱一点哈。那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周一能够收正好，或者是有一个下下从低走高的一个啊、呃、一个反弹哈，那都可以 set up 一个怎样。 往上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哈，那预期如果能够顺利反弹的话，能够到四千三到四千四左右哈，然后呢再被打下来哈，那这是一个非常强的阻力。为什么？这边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卖压，本来大家都已经有个筹码怎么样准备往上了，对不对？因为很漂亮的一个头肩底嘛，对不对？右肩啊，然后呢虽然不是很漂亮的右肩，可是至少是一个什么 high low。 没想到怎么样？因为这个美联储官员连续两个人啊、呃、说了这个对市场非常 hawkish 阴派的话，就怎么样一个一个吞噬，然后呢再一个下跌，对吧？然后反弹都上不去，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致命一击哈。上周的这个下跌，这一这个日线是一个致命一击，非常非常 bearish，在这边套了很多筹码，所以。 反弹到这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啊，所以呢，我预期反弹到这里会稍微再做休息哈、啊，所以如果有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呃呃周线图哈、啊，就有可能继续下跌哈、啊，那因为这地方已经算是一个破位了哈、啊，然后呢，当然还没有破掉这个三三月份的低点，但是呢也是岌岌可危哈、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小心，然后我们讲求证据，看到这个初步的。 指纹我们再上哈，否则的话，我们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呃非常非常保守的态度哈。那要看哪些证据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收针日线，收针日线我们在小时级的话呢，要需要看到怎么样四一七零八零这地方能够收复，因为这边之前的低点对吧？然后呢，要是能收复，不然的话变成什么呢？变成真跌破对不对？就是下去了，或者说怎样回抽，回抽以后遇到阻力还可以再下去。如果能够收上去了，哎，这是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证据哈，就是说这个市场能够有啊做出一个好的反弹的一个初期动作哈。第二个呢，就是说要看这个是不是小时级能够形成一个底背离，对吧？好，能够形成个底背离啊。通常来讲还是需要的，因为是非常非常超卖，超卖以后通常都还有底背离。就像这地方怎么样，超卖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弹，然后呢还要下来彻底之后，才造成了周三的一个这么好的反弹，是吧？ 结果没想到，因为一个财报，哎，整个就下去。这个表示怎么样？市场波动大，情绪非常差，哈。呃，很多人在这边怎么样跑路，对吧？那这边有很多的卖压，这边很多的被套的，所以呢，在这地方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强的阻力，哈。那呃，如果能够呃收复，那当然最好；如果能够站上，当然就慢慢的可以修复完成，哈。那但是我认为这地方要过，哈，一次过非常非常困难，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呃十五分钟级也是哈，也都是需要呃这个图哈不好，但是还是有救哈，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周一能够怎么样，至少在低位能够做一个类似像这样一个 W 底哈，或者是一个头肩底哈，至少能做出来，才能减缓这个下跌的速度哈。那我们到时候来观察 QQQ 来看一下几个啊、呃，这个 QQ 月线图哈，预期这个月线图会一个小反弹之后。 啊，继续在跌哈，这个是我目前为止啊比较属于呃这个觉得比较可能走法，所以呢呃在这个位这个位置哈，顶多你做一个反弹，否则的话尽量趁反弹的时候减轻你的仓位哈，然后呢保守一带，除非能够啊重新站上我刚刚讲的这个四三四零四三零零能够通过哈，才会比较好一点哈，然后这地方也是哈，Q Q 也是哈，这个是破了之前的底啦。 然后呢，也是一样啊，趋势非常的差。然后呢，也是需要能够第一个站上五日线，再站上十三日线，才能慢慢当这个趋势转好哈、啊。目前为止非常的弱哈、啊，随时都有可能破底啊。你看这个下跌也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整底，才有一个反弹，对吧？所以这里也是一样，需要时间哈、啊，否则的话啊，非常的弱势哈、啊。好，那呃，N Y M O 不用讲，非常的差，非常的悲观，非常悲观，在牛市里面是一个大底。 可是呢，嗯、呃，如果不是在牛市里面，在下降趋势里面，需要怎么样？非常非常的超卖，非常非常的恐慌，才是一个比较大的底哈。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哈，负六十几，不错了，在牛市里面。但是这现在是一个什么横盘趋势，随时都有可能会破位的情况下啊，要需要有另外的实锤证据，比如说一个一个收正的这个日线吧，对吧？然后呢，日线不能被跌破吧？然后呢，或者是收正的周线吧？ 啊，或者说怎样，这个收正以后能继续上涨嘛，对不对？那像这些东西要有啊，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做多，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止损的参考点，对吧？好，那 QQ 的周线哈也是非常的不好，哈、啊，这个这个道琼比较没跌那么多，但是也是已经到了颈线位置哈、啊，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什么头肩顶哈、啊，那破位了哈、啊，如果不能收上来，或者是这个真跌破收不回来，那这都是要。 这个继续往下行哈，嗯，来看一下 IWM 也是非常呃不好的图哈，SMH 是半导体板块也是弱哈，那就不用讲了，这个医药药板块哈，这个也是非常的差。那呃，我再看回到这个呃这个周线图哈，呃，我这边来讲，把这个标普从 COVID low 哈，一直到这个去年年底的高点哈，然后呢拉成一个所谓费氏系数哈，那。 呃，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到三十八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回调哈、啊，所以呢，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说现在的调整是一个对于 COVID 这整个上涨一个调整的话哈、啊，如果层级拉这么大的话哈、啊，因为毕竟均线已经变差了，所以是有可能做出这样一个层级的调整哈、啊。那如果能够第一个在四千二、四千附近稳住的话，那这都还 OK 哈、啊，那。 呃，都还可以，能够继续往上走，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就是一个好的市场开始哈，牛市开始哈，否则的话，目前为止弱哈，呃，不然的话就要到三千八这附近哈，是一个一个比较可能的支撑哈，这附近也是有一个呃支撑区，那再下来的话呢是呃三千五附近哈，这个是费氏系数五十 percent 哈，这个上涨幅度五十 percent 拉回。 这附近也是有支撑哈，然后呢，再来就是三千二哈，那这个越说越低哈，那这个不是要吓大家，呃，就是说我们呃很直观的，我们不管是 day trade 嘛，对不对？或者是做 swing trade，或者是做那个呃这个长期中长期交易的，我们只要看均线就知道说，哎，这个均线走弱了，是吧？那均线走弱了，我们要必须要怎样能够做能够起来，我们才能够啊、呃、真正的能够再重新做回来做这个波段。 波段的做多，否则的话都是属于啊、呃、这个拿白粉的钱哈，那就非常的就是难做，而且是非常的呃短线哈。那你说做空呢？也、欸、其实不好做哎、欸，对不对？那个那个周呃周四对不对？这么一大涨，谁能够拿住空单呢？对不对？那你也能能能够那么聪明的在这个那么高点哈，能够能够空下来哈。当然这地方是非常非常就是怎么样呃这个没有特别风险的空点啊，但是呢也是不好做，应该是。 它是在财报，这个不知道苹果或者是 Amazon 会不会报上，对不对？的这种财报，所以这也是做空不是那么好做。那你可以当天顺势做空，这是可以的哈，看均线，看短期均线啊。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的波段哈，就也不是那么好做。那目前为止超卖哈，所以呢，很有可能就有机会怎么样，有一个反弹，然后做好底之后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会有可能出现。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这视频。然后呢，这个地方是 follow 我的，不管是在 d i s c o 或者是微信。然后呢，我们看完视频，请记得啊，如果好的话，转发给你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留言鼓励。如果时间的话，请把广告播完。那另外呢，明天我会再出一个啊所谓的个股的复盘哈、啊，给大家。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那我们啊，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一次 update 见哦。